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枫叶，枫叶，没有，不在。夕阳，别再做梦。你醒了，快去洗漱一下，吃早饭了。嗯，好。双倍意识浓缩，正在准备，请稍后。夕阳，徐大少爷，你怎么又打过来了？太子。嗯，干嘛？现在是在梦里吗？你是不是在梦里我不知道，我反正为你忙前忙后一宿没睡，好不容易到家补个觉，又被你一个电话从梦里抓出来。眼前的一切都是我幻想出来的吗？啊！我说老大，你快醒醒吧，你现在的世界当然都是真实的呀。可是风衣那么恨我，为什么又回来找我？我去找过封印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愿意看到那张臭脸呢。我告诉他，组织不会对你有任何保留，那些疯子会打开你的大脑，研究你，折磨你，让你没价值。他们还会无休止地把你当作培育新品种的工具。我跟他说，等到时候你会觉得死亡才是你最轻松的解脱，然后他就去找你了。喂，喂，行，说话，眼睛又直了。风衣心软了，同情我了。所以才他那是心疼你，他冲过去把你留住，那是真的心疼了，你感觉不到吗？那你也是真实的吗？我是。哎呦，我的祖宗，别胡思乱想行不行？我当然是真实的。你也是真实的，你的封印更是真实的。是。
是真的吗？上一世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封印明明应该恨我入骨才对，他真的会诚心待我吗？行，行。行，封印，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我不敢。你说过讨厌我这双眼睛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。一直以来是我不敢直视你的眼睛，是我在逃避，是我的错。你的眼睛，它很漂亮。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它，你明白吗？胡医生说，我生病了，所以你觉得自己身处的世界是假的。知道，齐阳，我就在这儿。你回家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。你这个恶魔！采摘期只有几天，我亲手为你种下的。还有你这双眼睛，我真的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。都是我幻想出来的，这个封印是假的，我不能困在这里，我要醒来，醒来！行，你要干什么？封印，我不是故意伤到你的，我只是，我想试试。你觉得自己在梦里，想试试把自己叫醒，是吗？血，流血了！走开，封印，走开！你把我赶走之后，你又要做什么？继续这样伤害自己？我不是。是疼才能让你认清现实。
打我一样。你幻想中的封印舍都这样对你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他不会。所以在你身边的我是真实的，明白了吗？我确实是可怜你，才把你接回来。但是如果你以后再做错事，我就真的不要你了，知道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枫叶，枫叶，我会听话的。现在的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是。所以放心吧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枫叶，你哭了。为什么？枫叶，我听话，别赶我走。等你什么时候休息好了，我让李冉把你调到财团旗下的私人诊所工作，跟简飞一起共事。你的情况他比较熟悉，能有个照应。恢复正常的生活对你有好处。之前医院那边的流言蜚语，不用理会，我会处理。你有没有生我的气？我气什么？我骗了你，我还没有变成一个正常人。行。我不需要你变得跟其他人一样。以后你犯了错，我会跟你一起承担。伤了人，我替你去赔；杀了人，我替你去偿命。所以，心疼。在做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之前，请你多想想我。枫叶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保证不再让你失望。
封印我。是不是想哭？想发泄就哭出来，不要压抑自己。从今往后，在我的面前，你永远不用再憋着。陶普勒工作室出品，艺海佳音制作，广播剧《重生之记忆裂痕》第二季。Count the stacks. Hear me loud, louder than the voices in your head. Do you hear the words I spoke onto the frequencies I said? And the headlights in the dark will be here sooner than you think. This is ours. Tonight we take it.夕阳，枫叶，夕阳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